张力工作室发表声明称，因和朱振模聚少离多，两人决定回到朋友关系和平分手，希望粉丝尊重他们的选择，给予艺人一些私人空间，多关注作品。去年二月，张力和韩国男星朱振模被拍到同游日本札幌，恋情曝光，两人曾合作《亲爱的对不起》，一年时间就此结束。对于这段恋情，想不到网友没有一点遗憾和不舍，几乎全意编导的支持分手。部分网友留言调侃张力和韩国男星分手的原因，和韩国人恋爱，分手理由也变得很韩国。还有说这很官方，工作原因聚少离多哈，我以为又是行程问题，心疼张力一直遇渣男。前有王阳明劈腿，这次与朱振模也就轰轰烈烈的爱了一年就结束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